遊戲就玩完啦，到我嚟啦。好啊，你都想玩遊戲啊？你都想玩？你都想做咩啊 ，Terry？ 其實咧，我係逼供啫，因為時間咧就唔夠一個月，就到你哋演唱會啦。到底你哋演唱會咧會有啲咩驚喜帶俾大家 ？Jessica 講先咧。驚喜啊！其實我哋之前訪問都有講過少少嘅，就是、我哋有同 Stylist 講過話，我哋可以豁出去少少，比起以往咧就著貼身啲咯。即係性感。女人味重啲咯，又唔係性感嘅，會睇得出你嘅線條咯，係啊。即係阿 Suana 咧，就嗰日就唔會著嗰呢件外套噶啦，係咁嘅意思。我嗰日會著啲好貼咯，冇今日咁鬆咯。我哋嘅褲仔會短啲咯，冇今日咁長咯。Yanny 咧 ，Yanny 咧。其實條褲仔不是短一點，是我覺得盡顯腳部線條，即是吃肥一點多一些贅肉都是不可以發生的。冇得遮啊，因為我們這個演員錯。Suana 我知道 你們都會秘密練兵一些東西的，透露一下來聽一下。其實我們會玩一下樂器的，是我和阿卡一起會彈吉他的。是啊，太恐怖了。所以是其實我哋好努力㗎啦，同埋其實唔係好多時間俾你練嘅，但係我哋會盡力所能將我哋最好嘅帶俾大家咯。嗱，阿卡，我就想知道咧，今次演唱會就十一月十號就好啦。係。十一月十一光棍節嚟嘅，揀呢個日期有冇特別意思？其實真係咁啱得咁巧，因為可能係我哋五個咧都係光棍，咁所以呢個緣分咧就係啊嘛。我哋十一月十一號就有呢一個光棍嘅派對，咁想想大家，因為我哋好多互動嘅環節啊，咁希望可以單身 party 一下咯。喂，譬如咧，如果係單身嘅話咧，可以點樣配合你嘅主題呢？我哋有個official 嘅，就好似呢個哥哥咁啦，佢著綠色衫嘅，咁就係單身啦呢啲。咁如果你單身嘅話咧，就著綠色衫嚟啦，咁方便我哋易啲見到你啦。咁但係如果唔係嘅話咧，著彩色啦。係啊，哇，其實呢個 idea 幾好喎，簡直係單身人士嘅福音啦！光棍節去睇 Super Girls 嘅演唱會之後咧，馬上脱離光棍行列，實在太正啦！咁講即係無論你係單身又好，唔係單身都好啦，十一月十一號嗰晚一定係不愁冇節目嘅，要一齊去支持 Super Girls 啦！而為咗答謝大家咧，我知今日 Super Girls 咧仲有一份禮物送俾現場觀眾嘅，係咩啊？準備第二首歌係咪？冇錯，係咩歌？我哋新歌係咩啊？今日大家去 Super Girls， 識唱就一齊唱啦！
唱兩首歌咧，我真係覺得佢哋閉關練兵之後咧，唔單止身形又 fit 咗，唱歌唱 live 咧更進一步越嚟越好。咁啊，預祝你哋咧嚟緊咧呢個演唱會咧就成功。咁喺呢個時候咧，我哋要有一個環節，就今日最後一個環節啦，就係請各位主辦單位同合作夥伴咧一齊上台影張合照留念，好唔好啊？好啦，我哋首先有請 Miranda Company Limited Executive Director 廖毅榮博士，跟住仲有 Amplify Co